我都很想派我们的战机啊去日本打呢，如果可以的话。你吃过饭了吗？我还没有。我就知道嘛，看你这个讲话的态度、姿势等等啊，就是没有吃饭，有点低血糖啊。你要不要先吃便当再来打？还好不还好是吧？这个穿呢、啊，它是一个核辐射的东西哦，是有辐射性的东西哦。它是核分裂的一个产物。对，你看你这姿势又来了，就表示没有看中立法院呢。要姿势要对。你这个双手一伸一摆，好像跟我打架一样啊！不是不是啊，从刚才几个委员我都看到你是这个姿势呢，这不对啊！是不是？对，就表示你很紧张。哦，我紧张没有。对，表示你很紧张，然后低血糖。我低血糖。啊，你这次稍微动一下，稍微动一下。我看到的是，当中华民国碰到日本的时候啊，我们好像卑躬屈膝呀、啊！啊，我们是的，他是老大，我们是老二呢，有这样的态度吗？两个国家相对是平行的。绝对没有你大我大的事情。刚听你们外交部也好，您这边的这个说法，口里是强硬啊，但是态度是很软的。没有哎、欸，外交部跟来外交部你们代表来这边，我直接就递他这个东西。坦白讲，对他而言，而且他来了两次、欸，我都很想派我们的战机啊去日本打呢。如果可以的话。